回去如果一下没办法想清楚的话了哈，特别重要，先从你现在所在的栏，它现在所在的栏是第二栏，所以必须要剪掉，因为我们是从第一个字开始，是抓这个字，加上，那你向右的话它变三，三减一变二，四减一变三，所以以此类推到这里21，那减一之后变20，刚刚好位置，所以这个地方是由 column 去决定的，好，就是说它应该在前面20个的位置，那可是后面的话呢，哈，因为你向下填满，它又会从20这一倍就变成21了，这个地方21，那21就20的一倍、两倍、三倍，所以后面的话呢是由列来决定，那它预设是从第四列了，所以把它原来的列剪掉，乘上它需要总共哈，有几栏。比如说20栏，那就刚好20。OK， 这个是那个横向的部分 ，column 在前面。如果是纵向的话呢，那就是 row 在前面，因为它现在是在第13列。那因为我要从一开始一样哈，先把它剪。那你向下填满的话，它就变14、15，一直的，所以哈，刚好都剪掉12嘛，所以1、2到8。可是你再来这一列，哎啊不，应该跟这一样，应该这一栏。这一栏的话是1到8，下一个的话呢就是8的一倍，所以1再加上8的一倍就9嘛，哈，9开头，那这个两倍，8的两倍，那就加上16，所以这是17，哎，两，所以等于是，哎，8的一乘以1，这个是8乘以2，8乘以3，以此类推了啊。那这个关联性你可以用那个 column 去决定，那它预设是第二栏，所以减掉。那乘上8 OK， 大概这样的概念了，那其实呢，如果你可以把这个写完之后了，你的 VBA 也写完了，怎么说呢？你想说老师，那这个接下来的东西我们需要做的这四个按钮，清除、向右，那向右刚刚是啊，把这个公式放到 VBA 里面，那特别注意哦，以后如果你要写这个 VBA 的话。基本上呢有几个原则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第一个的话呢，当然你先插入一个程序叫向右好了 ，for i 等于第四列，一直到第11列，这个你可以先看上面。for j 呢，特别重要多一个 j， 第二栏啊，这边特别注意不要用 b 栏啊，之前好像有同学写什么 for b 等于那个啊 ，for b 等于等于j 等于 b 到U 啊，那一定不会跑，因为这个后面只能放数字哦。OK 哈、哦，回圈它不接受那个英文的。哦 ，OK， 其实我觉得这个 OK 好，那大概是原则啦，它应该也不会改吧？哈、哦，好，那所以呢，你就自动转一下2到21，你就这样看嘛。OK， 那外面啊，上面有个 for， 下面有个 next， 一对的，主要是中间哦，中间是 sales ij。输出什么东西呢？各位可以看到我刚刚把我们刚刚的这个公式放到这边来，其实应该把它往后一点点好了，往后这样会比较清楚。